耶！怎么了？他想给你惊喜。你好恶心哦！他说可爱，超恶心的，恶心死啊！放烟火叫什么叫？杰克，你穿这样子，不舒服。他穿着几乎是肤色的衣服，好恶哦、喔！什么肤色？你都是这种人哦、喔！你被谁带坏了？想咬我啊！它还会亮哎、欸！哪里亮？你看烟火的地方吗？全身没有，没有全身就会发亮。你该不是说紧身衣的那个吧？对啊，那超恶心的好不好？你怎么会说可爱？你怎么跟他说？哇哦，好酷啊、哦！杰克喜欢这一位的，好。完了，完了。你的癖好真的是怪怪的，就是很有乐趣啊，可以的、啊。很特别，是很特别，但是嗯，哦，哇，摔下来了。他会跳、哦？没有，我刚站在上面成功了，站在上面跟着他飞起来了吗？你真的是很恶心、欸，下来之后就不进。这种会可爱啊。超恶心的，而且还那一包、欸。大家都到了嘛，那要进去接任务了。等一下，我在烧商店。好，你在烧商店你还敢说？我就这样打一场，我不打死你。有人说呢，有人说杰克穿的是拍咪呀、啊。我把你射下来。不要啦。把琴倒出来，倒出来，倒出来！哎，躲啊！要了吗？还是我还在，我还是走到差事的位置，等我一下。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拿？更多钱呢、啊？知道以后要送什么给杰克当礼物了，对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说他很可爱的那一套衣服给他，快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太麻烦太麻烦，他们绝对不会嫌麻烦的，我相信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警察别别别，这里是加油站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警察别别吗？警察别别，警察别别，耶，警察做不到的，我们来。哇，这警报声！大家繁星完成最终阶段，不是完成最终阶段吗？杰克，好，哎呦，就是那个啊，赌场抢劫的。他说你要完成赌场抢劫的最终阶段，可是我们不是完成了吗？还是连这个也要各种吗？啊，在哇，我们现在只解了一种而已吧，所以要解三种，可惜，不然他衣服还蛮好看的。你是说那一套吗？不是不是，那是节庆的。哦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怎么知道你的口味是什么？很恐怖哎、欸！我都要了，可以进来了。等一下，我修个车哈、啊。你的车爆了、喔！好了，都进来了，都该买都买好了啊！好了，再看一次就行。没事啊，我换衣服了。不是说那个吗？试试看。等一下，全部子弹都打在我身上怎么办？没那么，那很好啊。你替了三个人神护甲哎、欸。就只有你一个人买护甲，比起三个人买护甲好吧？你要替允月着想啊，他还要买小车车哎、欸。对啊。我也想买小车车。这可以跳吗？刚看过的话。我可以耶，你不想听他说话了吗？不想，而且他停在一个很奇怪的脸。我没有、欸，我要赌场。
哎、欸，阿杰克，你刚刚最外围最外围那个有车子的不要打哦。哦，那车子不要打。嗯，因为打完之后下一台车看到就又触发了。哦，嘿。不能攻击、欸。好了，就是你打给我啦，刚刚害我死掉，还敢打、啊？挂你电话。那开准心开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电话打来，我准心打不开。哇哦，很会开，这里怎么有这种？很会呢。哇，你骑上去了呢。你好会哦。哇，下得来吗？下来，下来了。可以。你的车头直接变形了。拜托我车手你，拜托。专业车手。我帮你破一个窗哈。好，我帮你破窗哈。我帮你把绿灯打成红灯啊！很像最弱的蛋糕，对啊，杰克那一套最弱，最弱的，这是人类最弱的那个哦。你说现在这个吗？对啊，就音乐之前常用的那个造型啊。很会呢，帅吧？什么帅吧？帅！你贼再帅帅！我要进攻了，发哥！等一下，他直接被看到，马丁看到，他那边全部看到，我就找你。那你就看到那个锥形全部朝这边看。那锥形越来越近，锥形越来越近了，走过来了。等一下，我还在笑，不好意思。好死了。我最小大哦，追行不行啦！看到尸体了，你看都是刚刚烟火发的啦。看我，他走过来，他走过来了啦。靠你一发，再发一发嘛，烟火要结束了。耶！耶！我们跟洗澡一样。我要直接冲到人群里面了。哦，那我不出假了。嗯，不要吃，不要吃，我们要偷偷来，这太难了。啊，狼！我拿散弹枪冲进去了。完了，这！我拿扳手。搞不好这样子比较强，有没有？近战比较强。啊，那我死了。生命用尽。什么怪怪的？没有吧？没有吗？没有啦，没有。没有吗？很正常。没有吗？多长？计时吗？多长？重新开始。那节庆到了嘛，要大家开心一下啊！你要顾虑到我们队友开不开心啊！你想开心的话，我们可以开心。你去穿那一套吗？现实，不要现实那一套。好了，你看刚刚明明就不会走过来，你那边放烟火。我们要左边，我右边。等一下，我让我看监视器。我放烟火，准备了、哦。我只要三枪放。直接用烟火打在他脸上、哦。好，监视器瞄好了。好。好，一二三。很好。一二三，咻！听我指示。听到烟火爆炸就是。来，我打这边监视器。看到监视器了，没看到人，我看到人了，好，好了吗？3、2、1，好，是不是有人要经过了吗？怎么会有？那范围怎么特别广、啊？对啊，那么，哇，什么？尸体被发现了，尸体被看到了，他走出来了。来吧，你是那个声音是补吗？
啊，为什么补啊？啊，那我要玩。谁？28给你用，然后一直补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不，我一定会把他打死掉。What the hell？ 只是因为他们不会爆炸，他只会烧伤而已。嗯。对。节庆已经过了。节庆过了。所以还会补吗？结果发现我们这一轮打完都没有补。有啦，我刚刚打了，他都补回来啊。记得买。我怎么不能按？骗我！这边不能买哦。我好像我也没有买的选项啊。哦，没问题，大家都公平。嗯，咚，又不能说像这样潜行进去。你看有啊有啊，20个。哎、欸，难怪你刚刚一直在玩。哦、有。哈？哦。右边监视器。那我左边。好。三二一。打，欸，哈基嘞？哦，嗯，他就走另外一边，他直接走另外一边了。哎呦呦呦，对，可能忘记看。这个我一直看不到，在哪里啊？他在那个树后面，在树后面。我打。好，我掉了。嗯，哎，哈基，为什么？心动了？我这里为什么？我拿错枪吗？开始玩烟火！哇！把自己炸飞！哎，我死了！柴火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不会烧起来？嚯！只有你会烧起来。为什么？火箭跳！跳！我跳起来了！跳了，好小一个哦。纳尼？好像是比较难一点。还是我绕最右边去，到后面看看。欸，我其实有在想说，这边会不会比较难进去啊？从后面开始吗？对啊，我试试看啦。我们可以叫车过来吗？对啊，如果可以叫车的话，就不管他了，直接骷髅马。对啊，或是叫叫看。好啊。突然发现济公收到四通电话，应该是不行吧？你们叫我再往前看看。好，那我跟在哈基的屁股后面，帮不了你，老板帮不了你。QQ， 你叫老板。哦，对啊，就是那台车，超级车，一直在巡逻。嗯，就总觉得车子要赶快弄掉。没有，就是因为你刚刚弄掉那台车子，下一台车就又不知道为什么就看到那台车。他有两台车在绕啦，有两台。你可以啊，那就等车子绕到外面来，我们再干掉啊。最左边那台要先，有台车子要来了。对啊，哇，那站那么高哦！那你不要是往外走出来，你不要走出来，不要不要照到哦。哎呦，我再往外走，这样不好狙哎、欸。直线啊！我打了、哦。然后你刚他屁股交给你。哦不，打歪了。哦不，塔上面那个我打掉了。哦不，好像没事。好，没事。塔上面的打掉了。好，车子来，下一台。干他！上他是吧？啊是。有人转头。干他！快来干他！他知道太多了，干掉他。哎、欸，好没有、欸。还有人吗？哎、欸，车，下一台车吗？
车没了吧？还有啊。好。好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有人有人有人，左边，农场外面。对对对对对，监视器。监视器监视器。雨月有看到吗？监视器在，它是更过去一点这边。好的。再更过来一点，有了有了有了，看到了。好，监视器打掉了。两个人的。嗯，哎、欸，那个是杰克那边可以打吧？哎、欸，哈基哦，我这边吗？这个角度吗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打不到，打不到。这边，这边有吗？哦，有，好，这打掉。下面那个会不会会不会那个触发到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再打，我跟雨月再打右边那个了。我瞄好一个监视器了。哦、那，哎、欸，就是那个下面，我就是想会不会下面引到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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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没事，打掉了。左边，看一下、喔。左边我看到他了。左边那一个，不要打电话啦！干、欸、嘛？为什么？麼我在这边呢、欸，这怎么这里没东西？是你触发到吗？啊、不确定、啊。对啊，是我触发。咦？啊？好，不管了，东西直接打了吗？应该的吗？打吧。应该吧。哪里可能？哎、欸，你怎么开车了？不行啊，这开车一定死啊！这个车不能开，可恶！哦，哇，也太多人了吧！哎呦！通通倒下！放子弹！通通倒下！放子弹！哎、欸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打我？是，另外一边哦，另外一边直升机来了哦。好。我等他转过来。哦，痛痛痛痛痛！后面一大堆人了。是是是是是。对，他进那个位置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台车是不是武装车、欸？哎，武装车不能开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吗？你那台上得去吗？可以。他进来。好了，等我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可是走到后背啊？后哦有晕上去了啊 ！fuck 啊啊！我知道这边有藏一台这个就好了。不是藏的，他是开过来的，吧？开过来的、哦，是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们才会好一点啊！如果触发警报的话，我们先偷偷摸摸，如果不行的话再开车。好。好。我不靠近了，我就在边边。不靠近的。气死！请问你刚刚那边没有人啊？为什么？对啊。两次都怪怪的。你又知道镜头在哪里喽？你是要看到镜头比耶了？可能镜头照了那个墙角，看到一只手伸出来，耶耶，唔掉哦，到一只手底下，是从外围吗？从后面，感觉后面比较好，比较顺、欸。有车哦，车哦，注意哦，不要太近哦。你要先把那几台车先弄掉吧。然后我就穿这样出去。他看到了，哎呦，他看到了，有打死吗？啊，没有了。他刚太那个，直接下车撇过来了。对，扫到了，直接冲啊，自杀了，冲啊！没有，看有没有那台车，看那台车在不在，有的话就好，他打很多。啊，是两个。死两个，我、哦、这有固定有，哎、欸，死两个，可是生命数还有哎、欸，不可以同时死哎、欸，所以要同时死计算到一次而已啊、哦。对啊，哦，屌，啊，生命用尽，为什么？应该是计算的方法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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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又死了一次了。哦，我们看，你要直接冲进去哦。
我觉得直接拿那台车哎、欸，直冲进去吗？什么都不用想吗？不用狙了吗？我觉得前面就狙啊，狙到那个位置抢那台车。好啊。哦，对啊，你要记得直升机也会放火箭炮、哦。嗯，那个耐能炸几次啊？还是应该耐三下吧。我们就先把那边附近清空啊，只要一触发就冲上去坐车，对吧、啊？对。我还是能偷偷来就偷偷来这样。嗯。可是你那套是什么、啊？嗯，衣服啊。对啊，就衣服啊。不是啊，当然不是啊。哦，随便配的，有这么高的帽子、哦？有啊，车子要注意哦，不要跟他进哦。停下來，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有没有灭音？这很难狙耶。所以你不是那时候喜欢从屁股来？哎，他看到了，好了好了，下，后面一点啊。好，抢车抢车抢车，走。小车！哎呦，后面一堆东西哦，一堆人来了，嗯、好多红点在那边、哦、啊！繁星，哦，直升机！哎呦，快！我来了，上！哎呦！等一下！上！快上！这个头都快爆了！打我！好了，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台啊？欸、因为你会不会头很？倒一下。对啊，里面那个右边，右边正方形里面，右边正方形哇！哎、欸，老婆杰克也死了吗？不，上面有一个人。不行啊，这台车不是无敌了，还是要好。对，我觉得还是能狙就狙啦。好。对，硬闯抢这台车好像也没办法。没有，要试试看。杰、克很想试。嗯，我想说你们既然都有一台那个防弹的，我杰克刚滚出来哇，画面很可爱。哎呀，对，今天这个我们玩几次呢？继续玩下去就知道了。这一关的隐秘行动真的比较难。嗯。怎么了？没有啊，失败一次换一套衣服。很多套衣服可以换，好像六套吧。小心跑步会有那个圈圈哦。有。车子绕过我了，我没事了。嗯。我来看看哈，等下又一台车子，二号车，我先把塔上面的狙掉哦。好，他会滚下来啊？我也怕，所以我等车子过去。我把那个这边先狙掉。OK。啊？等下你等下车子一下，车子会走过去哎、欸，车子懒哦。哦，好，撤掉，赞哦。这套什么鬼？泳装啊，怎么了？没看过泳装吗？哎、欸，他还开车哎、欸，那先狙吗？有另外一台车来了哦，啊、等那台车吧。嗯。哎、欸，有人在买喝的哎、欸。有、欸，我看到了。哎、欸，走过来。哎呦，刚看到一个红点。车来了。下来啊！你们看啊，下来啊！好。好。那再来是这里，买饮料那个是不是可以先用掉？他还敲了、欸，他很生气。然后这不是有一个巡逻，我先打掉了。对，就是那个巡逻啊，那个有没有买饮料隔壁那个？好，那我杀掉了。好，监视器那边的一台也要赶快用。OK， 剩监视器。监视器会转，对啊，
会不会太早打掉了、啊？那个谁打的？我打的，我打的，他你打的。哦，因为突然那个监视器停下来，我吓到了。好了。拜托，这套防御力超高的好吗？那穿越少攻，防御力越高。嗯，压的数值越多啊。我看着，我瞄着监视器了。你在哪里？我在。我没看到、哦、你是说那个人吗？人，嗯、拿枪的那个人后面的监视器。人，对，后面有个监视器，我瞄着他。啊。啊，三二一。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才车哎、欸！这角度只看得到监视器，你们能从正门吗？等一下，这要从又要从正门进来吧？不是不看不到？对啊，这个是我觉得就从正会哦。嗯，等一下，我可以瞄到比较旁边那个监视器旁边那一个，不是监视器下面的。不是啊，重点是我们要找到。位置啊！我爬到车上看，等一下。我可以，我这边车上可以。你是要瞄监视器家人是不是？监视器下面的我可以瞄得到。我没看到监视器耶、欸，在他头上。哦，你是瞄到人了是不是？他刚看过来，我直接把他打掉了。好，我监视器啊，警报！监视器尸体啊，上车上车了。哎呦，他现在打来了！OK， 他近看能不能先用直升机？不要射我！不要，车子不要走！哦、车子。哇，我死了！哇，啊，可惜，刚刚那看过，我不得不开枪。哎呦，哎呦，射差点射到雨月。没事没事没事。车子后面还有两台直升机哦。哎呦，两台直升机。对，下面是繁星岛。是我是我是我。等一下，那个圈里面还有一台啊。我知道啊。哦、那边刚刚就有两台车来追我，我怎么不跑？哦哦哦！都锁住的啦！哇！我趁繁星那边了吧？趁繁星那边死了！哇哇！可惜。所以就是有一台没有锁住，一台有锁住。哎、hey. ，嗯，我那时候说有那台锁住的，就是那台。嗯哦，可惜差一点点。坐上去这时候会直接打成蜂窝。我们等一下先把前面那个门的先处理掉好了，我们再绕去后面。嗯。嗯好啊，就不用绕一圈回来了。好，右边，我监视器，等一下、哦。我看一下左边，等一下、哦，等一下、哦。我不敢这样跑的，那声音太大。我监视器先，我们左边这三两个加监视器可以先打吧。啊，可是等一下，这左边还没人瞄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、哦，左边看到了。好，三二一。好，现在是中间那一个人。解决，好，去后面吧。好。收枪跑
这招。等一下一台，等一下一下一次，我去后面先把塔上的解决掉。塔上的我先解决哦。好，嗯。他飞了一圈也没掉下来，没有看到他有没有掉下来。又巡逻车子啊，车子车子，哎呦，看到了看到了，撤了，好，然后去前面拦车子。我先把路上的人打掉、哦。车子来了，你要打吗？车子交给你们。嗯，我这角度不好打车。好，打掉了。好。别再买饮料了啦。啊，饮料的卖掉，打掉了，不是卖掉，打掉了，卖掉了。我等音乐的监视器。好，等我一下、哦。OK。要来台监视器。哦，音乐、啊欸。为什么？我就那一台监视器啊。我站在这么远哎、欸。没有，我在想是不是你打掉某个尸体，然后被监视器照到还是怎么样？你打掉了某个人。顺序不对了，哇！抢车吧，冲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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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死掉！上车喽！上车喽！我靠！哎，怎么了？直升机是那个残骸，哎、欸，很烫，很烫，很爽，很烫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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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走，我先走，我先走。哎呦，后面都是人，后面都是人。我先跑远一点。哎呦，哎呦，繁星正前面。然后，因为你的右键也可以攻击。什么右键？你的前面机枪。哦我们车来了，哎呦，我上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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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车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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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上上上上上，好了，我们后面还有人。右边，前面哦，那有那个有装甲车，有不是有，然后有那个猎人，那个会发射飞弹的，那是叫什么来着的？武装女武神之类的吧？啊，我们下车，上面左上角那一只先打掉，风格载具，后面护甲，来我吃护甲。下车打、啊，先跑！哦，有了，死了！还有一台直升机的哦！哦，有了，打到这，好。往前一点，前面好像有一台那个武装车，后面了。左边，我们左边，我们前面。哎呦！好，这我们这武装车。啊！对干啊！赢了，剩一个。还有一台，还有一个人，这里。好了，结束了。啊！哦。可惜什么？可谁？哇，这个直升机停的技术也是很快，很猛、哦。哎、欸，我怎么下车了？啊，现在嘞？
摧毁他们车里的直升机，要摧毁他们。哇，车子嘞，被收了吗？还是？哎、欸，来了，来了，我在了，哦，后面这台可以开了是吗？可以开，可以开，哈基。等一下，好，你先弄，我去接你。我走，我刚看一个女的冲出来、欸，你是不是怪怪的？我头撞到了，好远哦，开高速公路的那一条是吗？对，可以帮我标吗？你就直接旁边高速公路一直跟着，旁边高速公路跟着走就好了。对。哦，很多直升机。哇、哦！我没有其他武器可以用。哦，有。这一台是主要的、啊，就那一台啊，那台颜色比较漂亮的啊，白色的。哎呦！哎呦，好正！哎呦，太正了吧！哎呦，好漂亮！哎呦，等一下，是后面在炸我们是不是？对，那要先打后面的还是维持这样？我角度打不到，这白色那台飞机往后射火箭欸，爆了！然后我角度打不到上面的，返回路上。哎呦，这里哦，他走开了，女士，现在在忙啊。啊！上面都走了。他说：“反正老大都死了。”哦，他都死了，金主没了，撤了。没钱拿了，走，收工。后面是在追击啊。嗯。他是冲到山上去了。对。那我们解这个解很久哎、欸。难解啊！那个触动之后啊，那追兵也太多了。嗯，真的，就蚂蚁窝有没有？一碰到就整个全部冲出来了，轮胎掉了。想搞事？你们想搞什么事？嗯嗯，想搞什么事？怕？是谁？捷克四个国家，马尔济斯是。哇！还有这个啦哦，防御力很高哦。你的手都受伤了，都没打到衣服上，你看。哦，完全避开了护甲。就是开香槟，他要拿出香槟了。那香槟已经准备好装在旁边了、欸，是最后了、哦。这应该是那个贝克女士最后了，贝克女士的最后。难怪这么难。Yes, sir. We'll no longer require your services. Security is capable of handling themselves. But even your pass at the desk. I see. Yes, sir. Ah.他，这人怎么样？Don't wait too long before putting my first check in the post. 啊，这，冠老板，真的，我以为他会说放下，好放下，然后你到跟我到后面来，我有更重要的任务给你之类的那种工作这样，或是把他升职之类的。嗯，对，你这个保全不适合你，放下，给我去做主管。就这样子把他开除哦。
啊，搞不好会有一个任务是我神特来杀了他之类的、欸。对，埋伏笔这时候就埋的，哦、嗯，对啊。可是看这样尽心尽力，他把开头真的是看剧情哦，心痛，真的哦，哦，哦 ，QQ， 这付出了这么多。